嘅。好嚟啦，玩具 TV 第廿，我成日唔記得第係咪第27啊？定廿五啊？廿五季第七集咁啊！介紹完一啲咁充滿藝術感嘅產品，高尚嘅。係啦，我哋即刻嗱嗱聲翻嚟。哇！今次我好 firm 咁樣講 ，DMS 十大 Best Buy at 呢一個2022。今次介紹嘅就係聖戰士。Robot 雲 SiAB 的 Screwmer， 好坦白講，我哋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冇特別介紹過聖戰士嘅，因為佢有一段時間冇出啊嘛。Exactly， 咪咯，佢出親我哋都會買嘅，根本上你會買，你都係啦，冇扮嘢啦，我都跟你嘅啫。係啦，咁而家見到阿 Ricky San 已經 close up 咗今次我嘅 Best Buy Screwmer， 我有極高嘅評價，今次係嗱呢只嘢咧，呢只嘢咧。佢係初頭佢話會出嘅時候咧，都係有啲難以置信嘅。我冇諗過佢會出呢一咁快出呢一隻。哇！你其實根本我冇估佢會出 Screwmer， 我覺得根本Opera Fantasium 呢個系列咧，可能都係淨係出啲即係主角機啊，即係正正常常，即係睇上嚟威武啊，霸嗰類，即係你早排出嗰啲已經叫幾突破噶啦。係。你連呢只即係喺做工上面咁難處理嘅 Screwmer， 佢都夠僵出咧。我諗冚家產，即係我哋一度吹水，一度就已經講下呢只嘢嘅造型啦。嗱，如果觀眾眼理咧，即係如果你係將呢個 YouTube 片放上大銀幕而家睇緊嘅咧，你就會較易睇到咧，佢咧係有四隻手嘅。哇！咁所以點解個盒咁大啊？幾多隻嘢咧就好奀喎，其實佢好似一隻蚊嘅，基本上肯定係一隻蚊嚟。咁但係個盒咧就係同系列嘅產品之中咧，應該算係頗長頗大嘅一隻啦。差唔多啦，因為其實本身我相信即係大家有追開 size A B 嘅話咧，呢一個盒 size 其實就 standardize 咁滯。點解咧？因為佢嗰啲背脊啊、背囊啊、翼啊、武器啊等等等係極度壓榨㗎。德哥，我同你調一調位，因為我黑衫會出啲。哦，好。係啊，因為你格仔衫。冇問題。有少少助。咁啦嗱，係啦，咁樣就會好啲啦。大家睇到啦，啲手腳出曬嚟啦。咁啊，多句啦。咁啊，其實機設就係我個人到目前為止都即係其實我最中意，真係唔係大球員波蘭，我最中意真係。出冤獄，係點解咧？佢真係每一範都係去到極點嘅，即係個高度係去到極點嘅。當然即係每一個設計師都有佢嘅專長同埋佢有佢嘅優點啦，即係唔能夠話邊個叻過邊個啦。咁但係出冤獄咧，佢係有幾樣嘢咧，我覺得佢係最耍家嘅。係，首先咧就係佢好識得攞一啲唔同嘅風格，即係佢中意真實係嘅，佢可以好真實係。係。奇幻嘅，佢可以玩到好奇幻。中古武士嘅佢又得，好似聖戰士呢一種咁樣玩蟲類啊、甲殼啊、生化嗰啲咧，佢又得。癲嘅呢個。咁同埋佢點，無論係乜嘢系列嘅，即係無論係乜嘢玩法都好咧，佢都可以加到一啲好優美嘅線條咧。就正如我唔記得咗邊位同都係佢嗰啲同行啦，另一位師傅都有講過咧。出冤獄嘅機械設計咧係好性感嘅。係啦，呢個係當年嘅另外一位機設師，我唔記得咗係邊個啦，可能係大雄邦男有咁樣講過，咁我都非常之認同。係，咁呢一隻咧，又我覺得即係冇咗呢個電視動畫嘅捆綁咧，佢又好自由咁樣去發揮佢嘅創意啦，因為唔需要出玩具，亦都唔需要喺動畫度演繹，因為你知啦，當年啲動畫技巧有限啊嘛，太複雜嘅機設就即係會畫死啲人嘅。係，咁所以呢一隻咧。大家可以睇睇啦，有機設啦。咁啊，阿德哥，不如你其實都轉一個圈啦。咁啊，本身其實你見到 Screwmer 佢其實係參考自邊一部《靈光戰士》嘅咧？咁個盒就有寫嘅。有咩？誒有，就係呢，其實喺左上角後邊。哦，冇錯，就係 Bristol 啦。係啦，就係喺個故事入邊喺東京上空慘死嗰位女戰士。係啦，佢就係呢一個。基本上第一次在呢一個東京上空戰鬥的 Bristol 是不是第一次巨大化？呢個我唔係好記得。哇！總之嗰一集是非常精彩的，因為佢死嗰集係死得好壯麗好啦，我哋又要多謝下阿 Ricky Tam 師兄啊，同埋 Chris Wong 師兄啊。係啦，咁我哋繼續將 Screwmer 兜一個圈俾大家睇。你會見到佢雖然係咁幼嘅線條咧，好穩陣嘅成隻嘢，我舉高少少揈啊，即係我。
射嘢我自己我唔介意，即係你見冇入冇一件嘢會係鬆飄飄嘅。我覺得膝頭哥可以再實啲咁多，但因為我估可能因為佢隻嘢比較幼咧，太實佢驚扭起上嚟會出事。係，因為你個支點唔可以咁做得咁粗咧。所以暫時我摸嘅時候咧，我覺得膝頭哥可以再近翻啲。咁但係佢勝就勝在咧，佢啲腳趾係好夠力，所以佢企到啊。嗱，我冇。其實我不需要用那個兵器去做第三隻腳的。第三隻腳是的，他可以拎得起個兵器，他可以鬥得起個兵器，而他即那六隻腳趾是夠力令到機械人不會跌低，不會因為背巴而向後跌，因為所有這些東西我剛剛上手的時候我覺得都算是驚喜來的。是，這個真是瘋狂，因為 Bandai 都不是經常做到的。實質 Close up 了，不要說那麼多，即刻整個 Close up 看回譬如說頭我不動，因為我都怕要 Ricky 走。咁啊，見到本身金色嘅眼啦，一個甲殼嘅造型啦，咁你睇翻佢條頸嗰種生物嘅感覺啦，嗰啲組織啦，心口啊用咗透明件啦，咁啊當然你駕駛艙冇可能唔用透明件嘅，咁你又睇翻本身，譬如話就住嗰啲外骨骼嘅即係昆蟲類型嘅裝甲啦，睇翻佢嗰隻三隻手指嘅爪啦。這個真的要拆出來給大家看，哇，神經病，行不行？它的尾可能不行，要拆回，要可能要除回，中間這裡，是這個位置，這個位置，你幫我鬥一鬥這東西，我咬底的，我自己都，是，在這一節，中上面這一節，是，好了，在這裡看一看，因為本身這東西是，我，即是它其實就不是說那麼牙煙的，但是那句你看到那些手手腳腳都咁鬼幼咧，心理上係有啲，係啊，心理同生理我都會有啲，係有啲壓力嘅，因為比較幼，咁同埋佢個表面咧就目測睇上嚟咧，佢好似係有塗裝嘅全隻，係，所以你喺鏡頭度你都會見到一種好似好開心同你爭緊個鏡頭，爭緊個，係啦，咁啊見到本身把架撐咧念刀，即係佢個感覺好鬼死神啊！我用死神嚟用，所以變咗佢俾出嚟嗰個感覺係。是很強好強勁好強烈，係啦，你可以繼續碌翻只 Scrooma 啦。好，咁再都係講翻外形啦。咁大家見到佢對眼就有金色啦。咁另外咧，佢係有兩對手啦。咁一對就喺個膊頭伸出嚟啦。咁其實另外嗰對咧就喺個背翼嗰度伸出嚟嘅兩邊。咁另外咧有一個更加驚喜嘅就係佢。可唔可以講驚喜咧？即係更加奇怪嘅就係咧，佢咧後邊嗰對手啊，即係背翼伸出嗰對手咧，其實手指咧都係可動噶。哇！黐線，咁犀利！同埋用咗深藍色嘅光澤，嗰種爪嗰個感覺咧，嗰種骨嗰個表達係做得好好嘅。係啦，咁嗱，我後屘我玩落我就明啦，點解呢一隻手指就做可動咧？咁當然因為佢可動都係淨係連接手掌嗰個關節啦，咁你可以俾你擺下唔同 pose 啦，咁亦唔可以話好大可動性。咁但係咧，前邊嗰對手掌咧就唔係可動噶啦。咁嗰個原因其實好簡單，因為佢需要揸嗰把兵器，冇錯，咁所以就一定要係用固定嘅手掌啦。即係佢係其實有兩個掌型嘅啫，一個就係揸，一個就揸，係啦。咁你係可以做到雙手爪鎊刀嘅造型嘅。係。咁睇下先啊，我咁啊趁你，我繼續啦。係啦，咁啊，我想 close up 只腳啦。本身你見到其實佢呢啲咁嘅喉管咧，咦飛咗出嚟添喎，仲要。全部都是軟膠的，那個喉管就個膝頭哥後面的位置就比較容易甩，其實那兩條喉呢就是中間有個中間連住的，即其實是一個部件來的，是的，兩條喉是黏住的，一左右即是每隻腳的一左右，其實是一條喉來的，它就穿過了中間，那它那個是的，但是也 OK 的，那其實甩了你就自己裝上去咯，是的，因為它就不是黏死的，那它其實就是用個大髀後面那裡，可能七七地你都看到了，那夾住啦，跟住兩條咧就插落去個小腿個肌肉後邊，咁就唔係插死嘅，所以都幾容易玩嘅時候咧就會鬆脱咗出嚟，咁但係又唔係咩緊要嘅事，因為你嗰陣手指懟翻入去咯。都係嗰句，咁嘅設計你都唔需要擔心就住呢一個可動性有啲咩問題。咦，好多觀眾咧都話好似 Star War 嗰個四手將軍啊！好多個觀眾都咁講，都似，不過時間上係呢只出先嘅。我想講咧，係四手將軍抄佢嘅。係啦，四手將軍抄佢㗎。係啦，咁啊，本身腳趾啦，嗱腳攞關節見到㗎啦，咁啊，另外呢一度有一節啦，呢一度一節啦 ，total 係三節可動嘅。
我最驚訝咧就係佢咁幼咁長同埋咁多關節嘅腳趾，竟然可以支撐到成隻嘢咯。係啊，同埋佢上半身其實唔輕㗎，真係。係啊，唔輕㗎。咁啊，都係嗰句啦。咁啊，本身成隻嘢個可動大致上就咁樣啦。咁啊，見到就住個啊 ，sorry， 我顧住面向自己，我真係玩得好開心啊！小心呢個位，係啦，盤骨嗰度點都要開一開翻個駕駛艙俾大家睇下嘅。Close up, please。係啦。咁啊，呢個系列咧一向都有一個傻少少嘅少少嘅弊病咧，就係駕駛艙係冇駕駛員噶，出咗咁多咁多隻都係咁噶啦。Focus 三啊嘛。OK。係 OK 噶啦。咁但係叫做有得開嚟玩咯，咁佢有啲某幾隻機體咧就會送一兩個人仔俾你咁樣嘅，係啦，但係就不在此限啦。係啦，咁另外咧佢有啲位咧都係鬱質就好得意嘅，因為我啱啱啊當阿德哥喺度欣賞藝術品嘅時候咧，我就已經喺度把玩咗一陣啦。咁呢啲位咧都係喐得嘅喎，哦，個膊頭嘅一個裝飾啦，即係好似蟲，你知道啲昆蟲好多呢啲角嘅嘛，咁啊呢個就係喐得啦。咁另外咧嗰、那個。前面啦，即係個底褲位嗰度咧，呢兩隻咧都係喐得嘅，唔知道影唔影到啦？呢度睇唔睇到？即係略，即係少少見到胸夾、側跟，即係腰啦都算啦。咁佢即係叫做，其實有一個重要嘅地方就係變咗你個上身個可動性就唔會話因為呢兩隻角仔而即係限制得好緊要啦，可以調校。哦，幾鬼靚！後邊個尾翼咧會唔會有啲可動啊？都當然啦，呢、這個尾翼就係、是可動噶啦。同埋有道好咧，佢本身因為始終要搏埋佢隻即係手啊，咁、但係佢呢一個翼甲嘅關節就好實嘅，咁所以變咗就又係唔需要擔心揈嚟揈去，唯一鬆嘅地方就係頭先 Walker 講嘅膝關節。係啦，個膝關節就唔知點解係，到時我買嗰隻睇下係咪都係咁。係啦，咁另外個手瓜即係嗰個手踭咧，佢係叫做唔單止有正常嘅，係超越正常嘅可動啊！而且佢其實咧都有一個另外嘅水平關節嘅，係好嘢，即係又可以咁樣啦，又可以咁樣，咁變咗你揸刀揸劍嘅時候咧，就都可以擺多啲 pose 咯。咁大髀咧就啱啱好，因為其實佢大髀呢度有個夾啦。即係個大髀夾，正常個大髀夾啦，即係唔可以一字馬。係啦，咁另外個底褲都係有個冚遮遮咁，但係咧佢攝入去嘅時候咧就計得好 fit 嘅，就啱啱好係入咗去嗰個裙，即係叫做短裙啦，個短裙入邊，咁所以咧都唔會話阻礙得太緊要咁樣樣啦。咁當然啦，佢向前踢嘅時候咧就摸內河咧就一定會向外壓啦個大髀，就唔能夠即係就咁樣垂直踢就唔得嘅。呢、这、一個就係叫少少缺點啦，咁少少啦，即係瑕不掩瑜啊，係啦，即係變咗咁樣咯，即係我諗可能睇唔到，即係變咗唔可以個膝，即係向前踢嘅時候，即係小腿唔能夠係 keep 翻直，一定會係變咗咁樣樣。咁呢、這個你即係嗰陣時呢啲機設其實佢根本上本身就冇諗過你做可動玩具嘅。不過其實我印象中嗱有錯請更正啊。Ara Fantasia 嗰本書呢一、这個 Screwman 係冇鎗刀㗎係嘛？係鎗刀係後加嘅。冇咧。你揸住，我 check 一 check。咁啊，我繼續把玩住先啦。其實我係純粹想扇一扇咁樣，等阿 Walker 插下嘢，我可以玩翻隻嘢啫。嗱，咁啊，見到佢冇特別就住只腳會再，因為佢咁嘅設計咧，你已經冇可能再做橫切噶啦。咁所以變咗頭先阿 Walker 講嘅向前踢嘅情況，咁就大家請你將就一下啦。向前踢就變咗咁樣。我印象中係有，印象中係有嗰、那個。好啦，咁啊，嗱嗱聲擺翻個強勁嘅 pose 就差唔多啦。我咁即係我望住佢咧嗰剎那，我係覺得，咦，亞修羅宮殿（Asura Temple） 啊，四隻手真係好靚嘅啫。係，同埋我唔明點解佢突然間嗰個表面處理可以做到成副模型，即係嗰個噴咗半光澤咁鬼靚嘅咧。嗰只紫色咧係啞啞地㗎，即係半光澤嚟嘅。係咯。色好靚，係好可怕。而佢上一隻嗰隻粉紅色咧，已經係好靚嘅啦。啊，幅圖我而家呢張圖就冇鎗刀，但我見嗰張彩圖係有鎗刀。係咪後即係產品出嗰陣時先有㗎？唔肯定 ，sorry。我印象中係我見過有鎗刀，但可能我記錯。揸翻鎗刀先，實太型啦呢把嘢，真係好靚。同埋佢揸到喎，係即係今次雖然係仲係個膝頭哥有啲咁多鬆，但係即係唔係好夠力啦，唔可以話鬆啦，唔係好夠力啦。
但係所有其他嘅關節啊嘅可動同埋個實淨程度咧，都已經係好滿意，好滿意。咁多句即係 DMS Best Buy at 2022，冇得傾，成隻試係癲，真係癲。咁啊，如果你話中意聖戰士嘅，你 miss 咗 ，sorry， 你真係賴嘢呢一鑊。不過我印象中即係好似始終。好坦白講，你聖戰士都係一啲小眾嘢咧，咁變咗我相信即係訂嘅朋友係唔多噶。咁變咗，希望我仲買得切啦。你真係要揾咧，就可能即係要揾啲相熟嘅鋪頭，睇下佢啲老細幫唔幫到你啦。咁因為我冇記錯就未徹底出曬貨嘅，咁所以變咗係咪冇機會再揾到咧？又唔係，因為始終你呢啲Premium Band Dial 佢冇聖戰士嗰個版權咧，你喺香港就冇行貨或者叫冇 Premium Band Dial， 變咗就爭咗啲。因為香港嘅 Premium Band 係冇得訂噶嘛。係啊，冇錯。所以一定係要經啲大鋪水貨平衡入口，你先至可以立到。好，我都擺得8899。我諗呢幾日我都要即係得閒就去順摩巡一巡啦。不過呢個系列就。價錢嚟講亦都唔算話係好平嘅，所以佢個腳趾成鬼日球形關節就成鬼日飛咗出嚟，咁啊高興嘅揾啲你整咗個雙手揸廉刀啊？勉強我冇特別換手嘅，我都係貪過癮。你都見到其實嗰個唯一有一個問題就係膝頭哥比較遠咗少少，冇錯，因為係有少少。第二個問題啊，聽講好似有啲坊間有啲產品即係、就是、類似啲液體咧係可以。強化關節係啦，真係健樂靈喎、啊！好咁啊，今集玩住咁先，我哋變形金剛之父已經 stand by 啦，轉頭見 ，Johnny 有啊，而家繼續表演執嘢，有支筆啊，我嚟筆添啊，係啊，搽關節啊，即係好似膠水咁，可以好似江湖筆咁啊！哇，呢只真係正到揼一聲。